讲啥物拢要阻挡我，就莫怪我今仔日无叫你三分。你哪在伊啥？啥个要甲阮家秀如带来这所在？阿姊，紧救我！我若是要甲你收起来，真正是损我修为。这哦，就是迄天救你的人，叫做俊男。秀如小姐，请你多多指教。你哪一家？讲，啥个要甲阮家秀如杀了双行？就是伊呢，伊甲咱家秀如哦杀了双行嘛。吼、哦，即摆伫只拄到你，可怜呐！你甲贾老板吼，拢有啥物好物啊？秀英啊，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安样啦，莫安尼气呀呀，好好啊讲啦。啊，你讲迄个少年了，你看起来一表人才，哪有亲像你讲迄款人啊？啊，无你是乱说袂哈？啊，讲来讲去讲到我身上来，啥物好物啊，歹唔歹物啊？啊，你物件要报款，甲你掠你啦哈？报寡妇，我才要报寡妇掠恁呐！你看，恁两个啊，拢袂为奸呐，良心拢去互狗包去啊！一个人欺负老大人，啊你哦，器官给乌白白药材。我甲你讲，人咧做哦，天咧看，恁哦，早晚拢有报应的啦！唉，这位姑娘啊，真多代志。不是你表面看到安尼，迄天伫山顶的代志，不是你想安尼。第二，你讲我咧卖官家药材，歹势，我根本不是咧卖药啊！你真正误会啊啦！啊，无你是来遮创啥？我明明就看到恁咧讲生理。我是咧甲张老板讲，伊的药材卖遮尼贵，大家若是买袂起，我那是趁无钱。若是会当甲这利润降较低，阁会当加卖寡。卡输啦！卡输伊若是无愿意，迄嘛无要紧啦。我遮嘛有治疗温热秘方，死狗用袂着伊的药材，伊就趁无钱卖了工。拜托姐，你唔知头唔知，卖点么乱好无啊？啥话啊？原来你唔是按啥物好心，心专干要来搞假的计划啦！阿伯，我讲啦，出去啦，小老板。拢咬我输去啊！伊也莫叫我变输人啦，走啦！你哦，拢是因为你呀、啊！秀英啊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叫你莫冲动，啊你老怯怯，啊像阿讲安尼吼，遐村民爱遐药材，买袂起看要安怎就好啦。行啦，来转啦。小姐，你看这种嘞？身体够较好，你吼、哦，甲这碗药啊啉啉的，这是我甲俊男做伙转互你啉的药啊。阿姊，我问你，你拄只甲俊男是咧讲啥？我甲伊讲，拄只我甲阿爸去药材行的代志。你还知我伫药材行拄着啥？我拄着迄个哦，为山顶甲你杀了山坎的迄个人。而且迄个人哦，佮讲啥物，伊无唔对，你看。阿姊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，敢袂使？会用啊，你问。你感觉俊男这个人安怎？俊男这个人袂歹啊，啊伊真有礼貌，做代志佮足认真诶，啊伊嘛足大心，佮会陪我吼整理药材。我两个吼，各有所好，讲明仔载吼要去山顶挽草药啦。好啊，恁两个欢喜去约会，放我一个人伫遐厝内就好。伊管代志拢无人咧做，让我一个人做就好。是。
秀如，我那不是去佚佗，我是去买草药，而且下晡我就会回去医馆啊，哪会是放你一个人啊？啊是，你伤忝的话，无安尼，我请俊男留伫医馆陪你，啊，我家己一个人去买草药就好啊。好啦，我忝啊，想要休困啊。阿姊，你是去无用？好啦，无你就好好休困吼。拄则是安怎？秀如的状况有较好一寡无？秀如哦，自从醒过了，情绪变啊足奇怪。我是想讲，应该是伤过惊遐，啊，你这几天哦，就莫去烦遐。已经到店这久啊，敢讲你拢唔知影？你莫管，我知影，你今嫁伊着迄个旧日的少年家，而且你佫因为恁阿姊佮伊行较足近，开始食醋，看我是毋是拢讲对啊？我才无咧，我佮阿姊感情真好，你莫后袂讲，我才无食醋。你紧走啦，你莫留伫我的身体内底啦。莫安尼啦，家在有你，我的身体。这好卡这么紧，想袂到当你的嫉妒心甲黑暗面愈强，我的伤就好卡愈紧。我不但袂伤害你，而且我可会报答你。来啦，咱就好好斗阵，哈？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刚刚我拄才是做噩梦，这药材内底有甘香、丁香，够白芷、姜黄，其他够啥？你已经很厉害了呢，竟然讲得出这里面四种药材，这里面哦，还有朱砂粉、薄荷冰，哎呦，非得还有很多不同的药材啦。敢讲这就是恁赵家祖传伫温宁的药方？无啦，这哦只是一般的避瘟散，这是要有秀如啉的，较免哦，伊许病人啊传染着。所以等下哦，这药全好，该南瓜蜜落去。因为哦，秀如真正足惊苦的，啊，伊家己明明就是一个大夫，甲囡仔同款。啊，为什么要让秀如啉恁家祖传的药方，要啉这批分散呢？因为祖传的药方哦，迄药性伤过强啊，除非这个人得病，若无哦，阮阿爸袂凊彩哦开这药方给别人。啊，迄药方内底，迄什么药材要用偌济，嘛当阮阿爸知影，阮两个姊妹哦，啥物拢唔知。原来是安尼，是讲这早饭就要传给恁，为什么赵老爷不让恁知影？这哦，是阮阿爸讲，这配方是要给未来赵家的换家，啊，所以就看阮两个姊妹啊，未来的翁婿，啥物人有迄兴趣来接手，才会传落去啦。哎，安怎？你要试看无？试啥物啊？玉秀如啊！我有发现啊，秀如大概看你眼神哦，淡薄无同款。哎呀，秀英啊，
莫听后辈讲话啦。我是一个善食人，喝袂起秀露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我唔着爱家己甲牺牲过。哈？骗你个啦！看你遮尔故意，甲你滚双笑啦。秀露啊，啊你即摆就要去医馆哦？啊，我的药就要装好啊，你忍忍哦，才过去啦。唔免啦，我医馆阁有一个病人在等我，我先来走。秀露，秀露，这麻烦你啊，我放心了，我肯定会去医馆啦吼。秀露。为什么我看到阿姊甲俊男有讲有笑，我生活来遐尼艰苦？敢讲我真正咧甲阿姊食醋？我讲了无唔对哈？你开四万多啊？还阁骗你家己啊？我无，我才无，你莫有白讲，你走啦，你走啦！赵大夫，我是无救啊！哟，我厝内阁有事实，是大爱饲呢，拜托个啦，你当爱甲我救啦！啊，你个药好啊，好啥？歹势啦，甲你惊着啊！你免烦恼，你个身体已经好真济啊，阁转去食药啊，就无代志啊。真个哦，那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咱庄仔头吼，迄瘟疫哦，愈来愈严重。哎，听讲哦，昨个天星说啊，去看病，回去迄药拢未好吃，听讲着昏去，死去安尼。好心伯啊，你的药好啊。秀如，啊，先生天注定，天星说平常时身体就无外好。这件哦，才无法度躲过瘟疫，不是你的不对啦。不是啊，啊，我会记你天星锁去消化去挂掉，啊，那会转去厝就过身吗？秀如啊，你是不是人无爽快？啊，你那规人看起来那戆神戆神啊！今天哦，你就看到这啦，行，咱即摆哦，转去厝歇困啦，行。阿姊，袂用啦。啊，咱今仔日的病人要安怎？你的身体嘛爱顾啊，行啦。秀如啊，秀，秀如，你有安怎无？面相来遮歹看。对啊，今仔哦，拢规个人戆神戆神的。安尼哦，来来来，阿爸，咱们再看麦。阿爸，唔免啦，你莫听阿姐后壁讲话。卖多强啦！阿辉伫今日阵哦，也无啥人会来咱店的啦。我拄仔伫遐街啊，听人咧讲吼，有一位大夫，啊，伫遐庙口遐有替人咧义诊啦。啊，应该今日阵哦，大家拢会走遐到老街啦。安尼哦，啊，不过咱鹿港的瘟疫已经一阵啊，而且连秀拢医袂好，这外地来的大夫敢真正这么厉害啊？而且来咱鹿港替人看病，竟然无先来咱家，甲秀如哦拜家拜头的。阿姊，我唔啥物老麻婆，是要拜啥拜头？啊，唔管啦，规定哦，即摆规庄仔头拢去庙口。那安尼哦，咱嘛来去看卖，迄传说中的大夫是真正的大夫，还是王禄啊神？安尼哦，好啦，来看啦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。熊小姐，熊小姐，熊小姐，哪有阁是你啊？竟然来这假做是医生，你存什么心嘛？来来来，各位乡亲，咱大家哦，千万唔通有这个歹人骗去。迄个时阵我去占据药材，这人伫内底哦，含占老板去参详讲要怎涨关价，就是因为因两个人哦，两败为奸，咱即摆哦，才买袂去治病药啊。
作业可能哪着两块代志袂差嘞。你讲我甲蒋老板是共党的，那安尼我开的药啊，应该就是因家咧卖。要唔过我开的药方有倒正是伊的啊？哼，我真唔相信嘞。大家伫遮拢会当作证啦，而且你莫袂记着，迄天我是甲你做伙去赶出来，敢毋是？好啦，你若是无啥物代志，你赶紧转去啦。我遮阁有足侪病人要看病啦。哦，或者是你原来有病，哪我听，讲话收大声，粗脚粗手滑倒，嗯？你讲啥？你讲我讲话大声，粗脚粗手？啊，那无嘞，来啦，退会摕一百给伊啦。搁加两笔啊？嘴破，脑大。秀英啊，啊人大夫都讲这是误会，你就别吃乱啦，行，来转啦。哈，爸，你听我讲，我等下就把伊小鬼给拆。是啦，有这代志吼，我的确是我误会你。啊，不过你伫山顶欺负偌大人，是我亲目睭看，看你要安怎偌。而且，你讲我阁有白认真会当做证。这小弟哥想要冲他，秀如，你有要紧无？也是我先带你来处理后果。哼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各位乡亲，咱即摆哦，就日来去请苏王爷做公请，看这个人哦，是毋真正变神啦？你想要笑啥？阮鲁港的苏好王爷哦，是上过灵社的。你哦，上好莫对伊不敬。呀，狗哦，你来去抹抹。狗杯呢？这也无啥，上少嘛有三个神杯。真有可能啊！秀英啊，卖阁乱啊，好无啦？小人煞跋狗皮呢，你是咧讲啥啦？行啦，来转啦。阿爸，我甲你讲，明明就是伊啊！伊安怎啦？伊，你嘛较有礼貌诶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是我这个做老爸吼，甲查某囝上歹啦。请大夫你吼，手洗牙关，卖见怪，也未请教大夫你安怎称呼咧。我姓苏，单名字是梁。苏大夫啊，失礼啦！啊，我这个大汉查某囝吼，就是这款的个性，敢若袂输野马同款啦。因为因老母吼早就来过身咧，是我这个做老爸吼，该成歹啦。我嘛当你烦恼讲吼，以后无人有法度人该管教啦。无紧啦，大小姐虽然讲伊个性较调皮，也毋过伊真善良。李小姐伊个意思真好，规庄头个人是大家拢知影，这拢是招老爷，你教了好啦。你即马总算是讲一句人话啊！哎呀，苏大夫啊，啊你遮尔那少年，都遮尔那捌代志，做人佫遮尔那有北堂地，真正是无简单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有闲吼，啊来我厝一逝，我泡上好茶来请你，就表示讲吼，我代替我个查某囝来甲你陪坐吼。陪坐，是要陪坐啥？我也无做唔着代志啊！啊，既然苏老爷吼这么热情，我也歹势拒绝啦。啊，不过我今嘛阁还有这多村民等我替伊看病，那若无明仔啦，明仔我再去你遐安尼甲你交流好不？好好好好好，咱就决定明仔载，明仔载我泡茶，等苏大夫你大驾光临吼。多谢多谢，来来来，来等来等，来去来去。你是吃饱受营养了啊？也是讲你去予迄查某囡仔骂一下做吼，
关系关系啊，无妈就袂爽快哟。你搁答应讲要去人遐，但你今嘛是咧吐倒一部戏的，老师你我哪能看无啊？你是无看到，伊小妹看我眼神怪怪，杀着你啦！嗯，啊无咧？我是咧想，伊小妹可能是互啥物歹命附身，咱就趁这个机会去因家查个清楚，到底是不是咧文义鬼咧作怪。目屎，不知我多歹，青春的岁月袂当搁重来。敢讲你不知，你是我的最爱，为你等待，等无你回来。情愈重，就愈。